共聚放放出啦，就嚟到凌晨嘅一点钟至到十点钟。关乎多打六号正为你做嘅巴士的路线条，内地方向都会通行噶。九巴士 N368就会方向嘅班次都需要等待行驶。另外，联网网络路线有天桥嘅运行程，由明天嘅凌晨到天亮嘅清晨嘅五点钟有六号会通费噶。接落要特别留意安全出入嘅位置有落锦新路加道里凌晨来回，元通路大榄上线九龙。好啦，下次再讲消息啦。1194站是90秒，香港电台第二台。